Hello， 微宝，微宝，晚安，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双十一直播秀，大家想看到的应有尽有，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当然这个也是礼拜三晚上，所以呢，我的私厨是大臣的这个环节也还是存在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当然，为了我们双十一的活动，今天当然是让大家看到一段最精彩的直播。所以旁边我们准备了。等等，各种箱子好不好？今天还有开箱秀。Hello，Hello。各位，不一样的元素是来宾啊。是，今天我们一样有请到来宾，因为呢，平常我们自己做，通常开箱秀的时候都只有我一个人嘛。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学徐老师。Hello， 魏宝，大家好。Jimmy， 有没有分享？没分享，我不要直播。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除了这个环节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我们固定的特别来宾，特别的固定来宾，我们波山哥哥，欢迎。好，欢迎我们特别来宾博生哥哥。可是你硬要说特别来宾的时候，人家一进来就说啊，今天特别来宾是谁？然后他说博生啊，那不是固定来宾吗？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王立文说我投箱吗？我们今天投箱一样是这个大城小馆，是我们博生哥哥万年投箱。可惜王立文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对 ，Hello， 大家好。然后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大家帮我们分享好不好？我们今天直播呢也会抽奖，也会送东西。然后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做料理。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当然就符合我们这一次整个双十一活动的主角中的主角。私三杯鸡ですね。OK， 好了，我们今天要做三杯鸡干拌面的主角，也就是三杯鸡本人。来，我们这边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三杯鸡的主角。三杯鸡本鸡。本鸡。三杯鸡本九层塔。还有这个姜蒜，还有一个小青椒，这是为了我们配颜色好看。陈莹叔说面收到了，立马煮，超好吃。来，威宝，你们现场是已经订了我们双十一的，赞赞来一波。然后呢，如果你是订了我们双十一的，而且已经吃到我们的商品的，麻烦你爱心来一波，好不好？来 ，OS 零说九点就等直播了，对不起嘛，今天这么多纸箱，我跟博成是一箱一箱扛上来的，花了点时间。好多像的东西，模仿妈妈很像，那当然，好，那当然，很多赞赞啊，大家都已经订购了。好，那我们今天直播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我们也 LINE 的通知大家一起进来玩。所以呢，哎，我 LINE 有一个通知哎，没错 ，LINE 通知是什么？博生哥哥。哎，这个 LINE 怎么跳出来？没错 ，LINE 通知，而且 LINE 通知的那个名称叫做大城小馆，非常的惊悚。点进去一看，哎，连结竟然导向这边，好不好？你看怎么在转圈啊？对，网络。网路，哎，点进来哦，点开来，原来是一个可爱的大城小馆直播中的一个头像，好不好？那我们现场人数马上冲，开始冲，好不好？好，因为这个直播他点了进来哦。古云华说正在看你上《全明星攻略》，来，大家，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好不好？现在呢，其实有这个江大城本人上《全明星攻略》的这个节目播出当中，但是呢，大家先不要走。那个节目呢，一方面它会重播，另外一方面它还会上 YouTube， 所以呢，你们先看这段直播，这段直播，这段直播错过就没有了，直播错过了就没有了。啊、其实还是有重播，但是现场送的东西，但是你就凑不到了、欸，而且整个临场互动都没有，而且你就不能留言跟江大成。你看、欸，像你今天如果在电视上看这个江大成的《全明星攻略》的话，你跟江大成讲话他不会理你，但是你在这边跟江大成讲话，哎、欸，不止我会理你，旁边还有来自博生哥哥浑厚的声音。哎、欸，没有错，没错、欸，好。已订购尚未收到，梦珠，好，没关系，马上，好不好？我们今天、昨天出了很多的货，今天也出了很多的货，然后已经有很多微宝陆陆续续收到了，所以一定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好，以下单期待开箱，来，我们这边先开箱，好不好？只好在 LINE 留言，在 LINE 留言什么？说到 LINE 留言，请说，我们的 LINE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管道啦，我只能这样讲。对，现在我们已经有5000多个好朋友，五千多个好友加入。而且像我这样子，现在有看到吗？加入我们 LINE， 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小编回应。跟客服小编回应。比如我传一个你好啊，传个你好啊过去。对，我们看一下客服会不会回应。看一下客服会不会回应，然后博生现在赶快自己充当客服。看一下客服会不会啊？好，我看一下。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三杯鸡，所以我配点这个青绿椒来做这个搭配。哎、欸，马上回了，超快。一分钟不到，Hello 帅哥，客服讯息就进来，哎，那大城小馆
亲切的回应我。Hello 帅哥。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博成聊天的，你也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这个 Line 试试看。但是回应你的不一定是博成本人。啊，但是要怎么加呢？要怎么加呢？怎么加呢？我们 Line 现场已经有加 Line 的微宝，好不好？我不用你们按赞，我给你们一个最大的赞赞。然后同样的呢，如果你是还没有加入 Line 的微宝，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加入的方式分享给你们。徐妈来了，婆婆 ，Hello， 婆婆。杨慧茹说面收到了，杨慧茹有没有打开来吃了？杨慧茹有没有打开来吃了 ？Line 的连接自己呢？自己下就可以加喽，点一下就可以加喽。对，没错。一定要加入 Line， 这一次 Line 非常的算是我们活动的大工程，也是微宝的大工程。怎么说呢？因为这次 Line 是第一时间抢先推出我们的这个双十一活动连结的，所以所有有加 Line 的微宝都是第一时间收到讯息。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这次备货的数量，怎么说呢？微宝大家的这个支持的程度远超我们预期。所以等一下，请说，怎么了？突然赖爆出很多你好，好了，先不要再你好了。好，赖你先不要说你好了，博成现在不要再你好了，在直播没有空一一回复大家。我们那个边边要打来骂我了。对，不会，没关系，这也是我们微宝的热情跟行动力，对不对？他们要打来骂我了，非常的感人，非常好好好。嗯，微宝都是这样，你一声令下，他们马上就行动了。好，先这样了，先这样。OK。好，有什么客服问题？这几天很多啊，非常多。大家下单，那有问题的也可以在 LINE 上面。对，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大概回了上百条的这个客服讯息，应该不夸张，上百条应该是有的。真的很多，真的很多。有时候没能及时回到，请见谅。因为我们其实能回复的人也就那几位，好不好？Joyce 带说有抢到货，还。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做双十一活动的一些心得以及检讨。那当然，双十一活动呢现在还在热烈进行当中，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还没有买的，想要购买的，或者是呢买了其中几个品项，还想要再买一些不一样品项的，今天的直播一定慢慢的介绍给大家，好不好？来，徐妈好，大家晚安，果果也晚安。那我在这边说你好，洪婉玲。好，没问题，洪婉玲。我在这边我也跟你说你好，婉玲你好。你好。对，有微宝说你们速度超快，今天中午就收到了。没错，因为我们不仅有超前部署啊，真正的超前部署，而且呢，我们也是出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力，以及大家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抱着想要让微宝最快速拿到货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再出货了，所以当然快。还好有抢到三组护手霜，对，护手霜这次真的是算是给大家这个第一次上架嘛，给大家做活动，所以呢只要1元，所以马上就是活动11月8号晚上10点开始，到现在大概过了不到48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全部完售，护手霜超赞。好，陈晴芬已经用到我们的护手霜了，恭喜你，真的超赞！但是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请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也是10月8号晚上就订了，为什么大家有很多人都收到了？对，啊，当然订单还是会有先来后到的。订单肯定，所有事情都讲究先来后到。对对对，包括我们护手霜也是，我们售完为止。我们当然也是尽快，我们尽力，尽全力。帮你们出 ，Mandy 说客服的态度都很 nice 哦，没错。Phoenix 曾说行动力十足的微宝，我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如果呢，就是大家的把这个行动力呢，我们再开一间叫做微宝公司，那我们一定是业绩长虹，因为大家行动力又团结又有行动力，赞赞又有爱心，对不对？廖静茹说早上收到货喽，超级无敌有效率，中午马上煮面来吃，好好吃，没错。买了面跟果酱来，我们其实组合，当然大城小馆主推商品里面面跟果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项，你看今天我们准备这么多箱在这边，好不好？一一带大家来拆解里面有哪些东西。面面收到，等5罐酱到货啊！你是分开订单的，是不是？你们动作迅速，我觉得迅速呢，应该是每一个电商大家都是做得到，而且基本要求。但大城小馆多的是什么？我们多的是对微宝的爱，对不对？那种想要赶快让你们收到的那一种急迫心，那种出货心切，那个是我觉得大城小馆在我们电商里面难能可贵的，好不好？难能可贵的。护手霜一个只要1块钱，对啊，
但是已经没有了，因为那是我们双十一的这个加购活动。你刚刚说难能可贵吗？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来，我现在手上这边有两条，这个是现在全世界唯一剩下的两条护，也不知道说这么夸张啦，但就是我手上还有空的两条护手霜，今天抽给威宝，好不好？好，就只有这两条了，没有了，我们手上也没有了。应该说我们手上还有，因为还没出货，但是呢，已经都被人认领了。都名花有主了，好不好？现在只是这两瓶也不能说是名花没有主，他们也有主，但他们的主叫做徐小薇，徐小薇割爱，所以呢还有两条，好吧？这个是算是拥有人叫做徐小薇，但是他说拿来抽给威宝。好，来，我们三杯鸡还是要继续做哦。是啊，做到哪了？怎么一个人做到这里这个程度了？我们已经 一路的往下走了，鸡都剁好了。对，我们鸡剁好了，也放下去煎了。大受欢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来，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一次有订到我们大人小馆的商品，我不夸张。你们拿去给这个街坊邻居啊，或者是拿去给同事炫耀，大家都会很羡慕。只有下单的人抽奖吗？今天来看的都可以吗？来看的都可以。今天来看的。但是呢，要有成立订单的，我们才会配送，好不好？难能可贵，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好，不要再考验我的中文了。难能市场，难能可贵，难能市场。你分享，谢谢 Mary。好，我们鸡肉呢，我们先让它煎一下，稍微去除一下腥味，然后呢，也确保一下它的熟度，鸡肉煎过也比较香香。然后再来，我们就来下我们的调料。早上收到中午立马煮来吃。好吃好 Q， 谢谢锦叔，谢谢。没错，这样子。好棒，好棒，包装很用。三杯鸡一定要有的三杯，第一杯叫做麻油，第二杯叫酱油，还有第三杯。幽冥旺怎么抽奖？观看这段直播，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我们就会来进行抽奖。看到后面就抽了。看着看着就开始抽了。没错。好，我们晚一点，很简单的抽奖方式，所以大家赶快分享啊！冰糖 ，OK， 大概就这个时间9:19，11月11前夕，应该是各种直播组争奇斗艳，没错，直播，大家都在现在都在抢时段，对不对？只有我们不慌不乱，没错，坐着我们的三杯鸡。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基本上大城小馆的这一次的双十一活动。的这个销量以及实际销出的这个货，已经大大的算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呢，我们其实本来备货啊都没有考虑到就是会完售或者是卖到没有办法卖。我本来想的是，如果没有卖得很好怎么办？大成是不是要背着金条在这边跟各位威王请罪？背着金条是那个草字头的金条，负荆请罪，负荆请罪，没有，好不好？没有。没错，加了什么？来，我们鸡肉里面刚刚加的这个是麻油，不要一开始就下麻油，麻油煸太久会苦。麻油我后面再加，然后呢就把那个我们的蒜头跟姜丢下去了。太好了，谢谢，晚上好，快递晚上。先把我们的用这个麻油把姜蒜煸香，把油稍微提动一下。你收到一单，另一单等待中。真的，订单现在就算我们同仁全力赶，还是还有很多订单还积着，还有很多订单，因为实在这一次是这个考虑到双十一的物流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爆单情况，对，所以没有拿到的也不要着急，不用紧张，没有紧张，不是你的单不见了漏掉了，好不好？对，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待。我们不要说大家哇，好不容易拿到我的呢，订单顺序也讲究先来后到，对，没错。今天做什么料理啊？戴弟在问。我们今天做三杯鸡，因为呢，我们这一次双十一活动的主角，三杯鸡本人。三杯鸡。好，来麻不是麻酒，为什么我今天一直讲呢？米酒，麻油加完以后，我们加米酒。加米油。哦，你用米酒不是用绍兴？用米酒，这道菜一定要用米酒，米酒可以稍微多一点，这样子才叫我们三杯鸡，台湾的味道。廖静茹晚上好，陈宇晚上好。抢到小薇的护手霜了、啊，没有啊？小薇的护手霜在这里啊，跟小薇同款的护手霜。对，小薇同款。
Mita Mita， 晚安，晚安。抽油烟机有开吗？我们窗户走开，开一点点好了。王佩仪非常善良，感谢感谢。面酱一起出是一箱即出吗？原则上装得下都是一箱即出，对不对？大家晚安。哦，吴若琳晚安。全民新攻略现正播大屯答题。好的，各位，电视打开没关系，电视打开记得开。对，你们一边。左边的眼睛看电视，右边的眼睛看大臣。来微宝可不可以？两边斗鸡眼分开来。好，好，薛老师进来了，掉进来。然后这边呢，我们的米酒的酒精挥发掉以后，我们再加酱油。Elsa 黄晚安，晚安。余真晚安，郑余真晚安。衬衫帅气，谢谢。在做家事像在听广播。好，抽到广播。说到广播，广播也是略有研究。没错，不管是广播啊、Podcast 啊、知识型啊，这些其实我们大人小馆都有涉略，都有在做。没错，好，大人小馆电台，大人小馆电台，大家一定要去做家事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哦。那个是最适合的，做家事的时候最适合的，很适合。对，好，我们酱油加下去以后，再补一点点的蚝油，因为蚝油它提供一种鲜味以及它的颜色。我们希望我们三杯鸡的那个。鸡肉呢上色是上得非常的漂亮的，大概一大匙。对，然后呢，最后我们再加一点冰糖，稍微调味一下，平衡一下那个味道。冰糖可以多一点。好，我们五百人了，站长。现在来到五百人，没做菜五百人。哎呦，五百个人看我做菜多，突然手有点发抖。冰糖加下去。薛老师说：“现在全民进攻率有大。”没错，薛老师你也跟大家说吗？但是我刚才也跟威宝说明了，全明星攻略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这段直播只有现在有。欸、没有错。对。晚安 ，Hello。高美容说眼睛好忙哦，没关系，两边分析一下，两边都看。三杯鸡好吃。同步观看，真的，电视开着没关系，我们手机，好不好？也要看我们直播。来，你这边加一点水。油亮油亮的。水可以再稍微多一点点。话说这道菜鸡肉的方法是先煎，对不对？先煎，先煎再有点炖煮。没错，先煎，然后一定要有一个炖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水再来一点点。潘大成做三杯鸡，现在肚子饿了。哦，快到我们宵夜时间了。然后赶快来开一包三杯鸡拌面来吃吧，威宝。好，那现在呢，我们做菜的环节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啊，怎么了？已经煮好了吗？对，这个现在它要炖煮，炖煮的过程大概也要个20分钟吧，怎么说也要个15-20分钟，就让它在这边炖着，中火就可以，不用太小。好，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开箱环节。威宝，威宝，你们跟得上我的节奏吗？今天的节奏非常的快，边做菜，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一边的要来。开箱 ，OK， 可以吗？背包可以吗？等等，好，首先呢，开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箱，我就随便拿了，好不好？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箱子呢，我基本上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排顺序，我们就随便拿，拿起来就是一顿开，拿起来就是一顿开。来，我给大家说明哈，来，你们现在在这边看到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他们呢都是价值。来，威宝帮我留言，4-1好不好？1111留言，所有的箱子价值都是1111。那里面的内容呢？他们的原价绝对都是在1111之上。那各有不一样的优惠。我手上的这一组呢，是在商品界，就是我们大城小馆商品界最折扣的一组，好不好？商品界最折扣的一组。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来，这一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开箱时间，开箱时间，没错，威宝都来留言1111喽。杨春怡、Stephanie 黄、刘慧怡吗？刘慧金，我不会念那个字，一个女一个金怎么念？一个金，这个金两个金。好来，我都变英文啦，没有关系，没有。好来，威宝，我们准备打开第一箱，等等。好来，首先呢，打开来呢，看到呢，我们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气泡，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城小馆包装的用心，哇，因为呢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货运大哥，但他们也非常辛苦，会怎么样去搬运我们的货？所以呢，我们一定把我们的货包到最好，让这个搬运的途中，就算有意外发生，也把这个损失减到最低，好不好？一定都防撞。所以呢，这个我念进四声进进，好。来，廖美玲说双十一的还没订到，但是晚上吃的台式麻酱好。来，廖美玲，我跟你说，双十一现正热映中，现在正在热血开跑，所以大家赶快好不好？把握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好来，没错，这个是我们打开来一看到这个化妆包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徐威老师爱用组。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化妆包，好不好？钢铁威宝值得拥有。然后呢，我们这次设计很用心。旁边有一个这个扣环，所以你是自己配一个链子的话，你可以再把它扣起来，变成一个小侧背包啊。徐威老师现在都是这样出门，生怕人家认不出来他是徐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好不好？徐老师的化妆包，那这个化妆包在我们商城其实也是有在贩售的，原价多少？100多吗？100多，快200。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统一再算一次给大家看，好不好？好，这样的一个化妆包。好，来下一位，好多人都在刷111耶，没错，你们等一下看到的以上商品组都加起来都是111哦。你会觉得大城这样加起来真会不会太便宜？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双十一活动的精神，支持大城小馆，谢谢 JS 陈。来，这个，好，来下一位，我们把场地空间给清出来。来，这个放在这。好，接下来呢，里面还有我们的抹酱，抹酱有两瓶。那这两瓶呢，为什么叫做徐威老师爱用组里面的两瓶？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徐威老师最爱的口味。一个当然不用说，就是我为了我的妈妈，徐威老师用客语说叫做起鼻欣赏啊，他呢所设计的一个南非国宝奶茶酱。有茶香，有奶香，没有咖啡因，好不好？因为用的是我们真正的南非国宝茶的茶粉，味道上有南非国宝茶茶香、焦糖的香、奶香，以及口感上是有微微的，就是茶的感觉，但是呢又被奶的那种滑润给中和，所以口感非常的好，好不好？那吃这种果酱类，我们除了吃味道以外，很重要的还要吃口感，整个口感的搭配。这是我调的，我配的。OK， 好，来这个，另外一个徐威老师也很爱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等等，草莓盐盐酱，对，徐小薇同款。来，草莓盐盐酱呢是草莓果酱，真正的草莓下去熬的。之外呢，我们加了一点点安第斯山脉的盐盐，加盐盐会让你有种生津止渴，就微微的咸啊，你绝对吃不出来咸味。但是呢，那样的一点点咸就会让你觉得回甘，好不好？草莓盐盐，好来。除了这个以外呢，这样来，这个我们原价多少？280嘛，对不对？两瓶就已经560了，加上这个100多块，接近200块，这边就已经700多块了。然后呢，还有我们一瓶这个什么？一盒南非国宝茶的印度拉茶口味，但我们当然是做任选，然后任选里面有南非国宝茶。印度拉茶口味、伯爵茶口味以及香草摩卡口味，三盒让大家任选一盒。但是伯爵茶口味已经卖光了，好不好？伯爵茶口味现在已经没有了，另外两个口味呢也在濒临卖光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赶快订购。那我们的这个南老茶售价350，加到这个组合里面，现在已经超过1000多了。最后还有我们的卡利包，卡利包，这个卡利包已经即将绝版。而且我们不会再版，好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卡利在今年5月的时候，4、5月的时候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第一个有几个纪念的意义跟性质。首先，它是徐威老师人生中的第一幅油画，第一幅完成。他的本人就在我旁边，给大家看一下。本画，他的本画。他的本画。油画本画。油画本画，好不好？这一幅画是徐威老师人生中的第一幅油画，来威宝赞赞爱心来一波，好不好？所以呢，这幅画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卡利包，非常有意义。那再来呢，上面是我们最爱的，那它的主角当然就是我们最爱的，永远最爱的卡利，好不好？永远最爱，也永远唯一
对于我，对于我们学老师，对于师长，对于家人们，甚至对于国城，对于威宝来说，都是永远的唯一，好不好？卡利无可取代，这样的一个卡利包，然后我们就只做那么一次，去年推出的，然后这次双十一活动，我们拿来做一个，算是优惠，然后我们这次卖完就不会再版了，好不好？这次卖完就不会再版了，威宝，感人，爱心，赞赞，刷一波，好不好？卡利包。那里面当然还有附一张小卡片，这个小卡片是我写给卡莉的一小段故事，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是卡莉的身，这个叫做什么？上面有点像是介绍了卡莉的一个身世吧，就她的身世，她在怎么样来到我们家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好不好？卡莉包，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原价我们记得算过是1500多，对不对？是，1500多，原价1589，原价1589，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哎，我们已经开完第一箱，噔噔，卡利包、欧洲包，20000酱，加上一个南非国宝茶，原价350的国宝茶，全部加起来原价1589，我们在这边做1111的优惠，相当于打了多少折？打了差不多7折，打了差不多7折，7折多，7折，7多折，对。好不好？这样是我们第一个商品组，好，第一个商品组哦，7折哎，真的就7折嘛，对不对？大成数学，哎呦，值得相信。大成数学，我们第一个商品组，好吧，第一个商品组来，威宝，如果你们是已经有买到这个徐威老师爱用组的威宝，我记得我们看订单买这个组合的人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因为我相信这个什么叫徐威爱用组，对不对？在我介绍之前，我相信你们不是很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跟什么样的价值，哎。哎，对，等一下，一个那个汤勺的麦克风，等一下，拿到一个汤勺。哦，我刚刚忘记把卡莉包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看到卡莉的照片，对我来说不免有些感慨，忘记它本身也是一个商品。对，它不只是画，当然我们不会送你一幅画，那没有意义。卡莉包它本身是一个手提包，好吗？等等，它大小蛮大的，大小蛮大的。给大家比例尺一下，大成哥哥183公分，他大概我拿起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好不好？蛮耐装的，蛮耐装的，真的。那它使用的材质是属于这种，就是这个叫做什么？里面是当然是这个算是这叫什么尼龙吗？这种算尼龙的材质，然后外面是这样子防泼水的，防水，外面是防水，然后非常的耐用。我们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连接缝线的地方缝得很好，看得到吗？缝线的地方缝的非常好，不知不觉600人了啊！现场600多人了，差不多，差不多，没错，冲700，冲700，威宝。然后卡利包，很耐装，时装个什么东西来看一下吧。对，给它稍微撑一下。你的那个，拿一下外套。哎，你拿的那个电脑袋子给我好了。来，这是我们里面没有博腾哥哥的电脑，但是是博腾哥哥的电脑的袋子。那整个一台笔电的大小是放得进去的哈，整个一台笔电。所以呢，你如果买给学生用。你放任何的参考书、书籍、OK， 当然电脑不建议啦。电脑会比较重啦，但放是放得下啦，放得下，放得下。那你自己对怕撞，然后你自己拿会比较重。那另外呢，参考书啊，你的所有的文件啊，你的还有包括我们徐小薇化妆包有没有一体成型放进去？来，我跟你讲，真正的威宝，威宝三件套要怎么样？我们用这化妆包，化妆包里面呢，首先要有什么？要放进我们的这个。你们有看到吗？它是 matching， 它是一样的。这个书给你放了，这本书给你放。好，来，这个博森哥哥重要的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所有我们大城小馆的内容，包括我们所有的电台啊，我们的 Steam 课程啊。博森哥哥非常的用心，把这个随身带在身上当废纸。喂，好，这个是废物利用的精神，因为已经录完了嘛，对不对？好，放一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护手霜放进去。哎，我因为我这个就不拆了，新的我就不拆了，放进去，再放进来，整个一件组就这样子，好不好？大家就可以去上班了。那如果大家喜欢喝茶，可以怎么样呢？再把茶包也放进来。哎，总之要说的是什么？它很耐装，你看它还这样子，还薄薄的。好不好，大家喜欢放蚝油。好，哎，好，随身怕出去吃饭没味道，再放一瓶蚝油。哎，再放一点。哎，对，橘子好了，补充一点维他命 C。带点水果出门，补充维他命 C， 好，橘子 C， 好不好？都还很薄，好不好？都还很耐装，所以卡利包很赞。还是放个突然想直播，哎，突然想直播，对不对？然后这个自拍棒，出去玩一定要有自拍棒啊！自拍棒我们也可以给它放进来。哎，还装得下？没错，还装得下。OK 的。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卡利包真的很耐装 ，OK， 没有问题。
好，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把它拿出来。OK， 好，所以以上是我们卡利包的内容，这个是叫做徐威爱用组，好不好？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都在笑，你们都在笑什么？都在笑，怎么可能？再看我们还能装什么？再看，再挑战，再挑战，再放。再装吗？还要放吗？哦，高淑珍说主要是蚝油太香。哎，小时候想放这个。哎，你要说出去上班，有时候下午想来点小点，故意香一下你的同事，那怎么样？可以再放一包拌面，啊、哦，完全没有问题，又放得下了，怎么办呢？又还没塞满。都去炫耀一下新口味三杯鸡，你有吗？对啊，你看我跟卡利包，你有吗？三杯鸡你有吗 ？OK， 好来，真的。吴秋莹说叫做哆啦 A 梦包，没错，应有尽有，什么都有，而且又很耐装。好，笑歪了。好，来下一个商品组开之前呢，我要来处理一下我们的三倍机啊，因为你看我们三倍机，噔噔，现在已经烧得非常的漂亮了。那我当然作为大城小馆，我们肯定不能只有这么简单，我们肯定还有照。好、哦，该不会？要拿出那个秘密武器吧。我们等一下就拿秘密武器出来汇报。我们做三杯鸡还有招，好不好？卡利包舍不得拿来用，不会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东西是这样，就是你舍不得，越舍不得拿来用的东西，反而越应该把它拿来用，才有那个价值。然后呢，才让它每天都陪伴在你身边。卡利包超好用的，谢谢蒋景淑帮我们大城小馆背书，赞赞来一波。谢谢景淑。好，我们旁边呢？来，我移动一下，带威宝移架一下，等等。我们旁边这边准备了一个什么？看到吗？我们准备一个砂锅，先给它下面预热，不用垫东西。然后呢，我们等下准备把我们的三杯鸡炖了一半以后呢，把它移动到我们砂锅里面来炖。这砂锅是很修，很烫。稍微烧一下哈。把它烧热，烧热了以后呢，我们的鸡子就把它倒进来，要的就是这样咕噜咕噜的效果，在里面炖它会更香。好，就让它在这边继续炖，就让它继续炖。好，我们把我们盖子盖起来，这边转中小火，炖到一个小砂锅里面。对，用砂锅炖它会更香。好。来，回来喽。接下来，话说你这两碗都没加、欸，这两碗都最后的，这两碗都最后的还没啊、哦，这两碗先放。好，接下来我们第二箱，刚刚那一箱徐老师爱用组，原价1589，原价1589，好，1111，直到明天，直到明天，好吧，之后接下来就没有，现在剩下26个小时。剩26个小时，大家最后的机会。如果还想要，我说我前面不管有订过、有订购、没订购我们的双十一活动的，你现在想订的，波成，我们连结好不好？哎，哪一个连结？双十一爱用组。在置顶。徐威爱用组已经在置顶。哦，已经在置顶了。OK， 看波成真的是有跟我心有灵犀，我不用讲，在这边真的。有订过，没订购。有订过没订购，这个是新没订过新的或没订过，或想订购，或想订购。好，那你就可以点连接。有订购没订购？好，有个双关呢、欸。没错，这个叫是什么？同音字吗？谐音梗。谐音梗。八号晚上10点点听这么快，也要抢好大城的泡面组，其实是干面组。一面输入一面打瞌睡，太开心了！参与到威宝的盛会，太厉害了！恭喜恭喜！没错，来，接下来我们开一个比较有分量的箱子，你看这箱子是不是比较大？哎，这个估一下这个重量，你稍微的那个。这个估一下这重量吗？我跟你讲，我可以精准的算出它的重量。你可以精准算出？很吓人哦，作为老板。哎，对，我可以。因为连纸箱的重量你也知道。没错，纸箱重量我也知道。好，来，这个又大。又有分量的东西是什么呢？来，威宝，我们准备来开箱。来喽！这一箱是我们这一次双十一组合里面最破盘的特价。它破盘到什么程度呢？破盘，反正今天看到箱子都一这样，不用这个不用再重复了哈。这个破盘到是老板算错金额的一个特价，但是已经无所谓了，那个就不要再拿出来说了。真的？对。已经小陈左 ，Monica 黄说已经买两组1111了，可以单独买卡利包吗？卡利包我们是有做单独贩售的，好不好？威宝可以去我们徐威商城上面看。那如果呢，你已经买了两组111的话，
那你看，你可能买的面跟酱嘛，那你也可以买我们徐伟老师爱用组，再买一个1111也是很 OK 的。来，李小咪说30包面，我跟你讲，我一摸，我一称，我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30包的重量，这个就是33包的重量。好，来，威宝，数学题考大家，这里面有33包面，33包面的总金额是1111四个一，请问？一包面多少钱？好，来数学题，赶快来计算哈！来总价1111，一包有面有33包面，请问一包面多少钱？1111啊，总共33包面，总共33包面，一包面我算下来大概是36.3，好，来给我们给威宝一点作答时间，看一下我们波森哥哥有没有算对哈？来36.3，好，那要不要四舍五入都可以？好，要不要四舍五入都可以？四舍五入至小数点第一位，好不好？有没有有种回到那个这个高中的感觉？好，来，博真哥哥现在可以手边拿起计算机也来算一下，没错，33包半面组，1111块，也不算一个非常大的金额。我给大家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面，好来，很惊悚哦，这画面非常惊悚。好，谢谢 Emily 叶把含一包的链接放上来，这名字很熟悉啊。大家都说33.6，啊，不是36.3吗？算错了吗？不是36.3吗？你算错了吗？没错，算错了吗？来，威宝都很聪明，威宝都很会算啊，没错，我就是33.6。一包原价45块的拌面，本来就已经便宜到受不了，我们现在卖33.6。好，那为什么博成刚刚说36.3呢？其实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数字是有典故的。不是说博成哥哥在旁边数学算错，他是故意在糗他的老板。怎么说呢？因为呢，我们本来推出这个组合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想心里想算给威宝的一个优惠价是每包36块左右。那我们那时候反正说，算好，那就33包111，反正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反正数学出了点问题。哎，你看到吗？我的手没有停下来，还没完呢，还在排啊？对，还在排，还没完。那这个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以为这个组合算下来均价应该要是每包面36块，但是呢，我们组合已经发布出去了，已经不能再给威宝改了。那结果在验算的时候发现，哎，1111除以33是33.6，那没办法，哎，本来36八折，差不多45变八折，差不多了。那就变成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又亏了3块嘛，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这次真的当做说，哎，你看还没叠完，真的是还在排啊，叠不完，深不见底。别人都在玩手排七，你在排面啊？排面，我是拌面富翁。还没，还有，还没完。美丽的错误，对，美丽的错误。Oh my god， 已经要倒了，它排太高了，受不了，不行。那大家觉得说很恐怖啊？那我买这么多面干嘛呢？33包我，你是不是从旁边偷换了一个箱子啊？没有，真的。这箱子怎么装了那么多啊？同一箱。Oh my god， 摆不上去了，最后一包摆不上去。Oh my god， 好来，没有作弊哈，就是这一箱，就这一箱，就这一箱，没有作弊。好来，33.6，这么惊悚，来威宝，你说什么？你把它都大概，没错，差3块，其实差很多，但是没有关系，无所谓了，就当送给威宝的礼物。这个组合是我们这一次，应该我觉得也是仅有的一次吧，以后应该不会再卖这么便宜，应该啦。那33.6一包的面，这么多，你说这么大包我吃不完啊？我跟你讲，你绝对吃得完。为什么？因为18包的是3杯鸡面，新口味，宽面，非常的好吃之外呢，另外每一种口味都各五包其实很快就吃完了。就你今天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一人一个口味就吃掉4包了，这样子你只能吃差不多7天到8天，一下就吃完。那你更不要说你还要分送给亲友啊，给同事啊炫耀一下，说哎，你看吃这个面好吃吧，嘿嘿，就我才有，你没有，订不到了。多少钱啊？33.6啊。那全部的面体都是做100克的，口味呢全台唯一，全台仅有，我设计的，好不好？这一组超优惠的，刚刚下单，李小咪，感谢你的下单。这一组是我们
整个拌面有史以来最好的优惠，不会再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也是我的噩梦啊。对，也是国成哥哥的噩梦。随便随手抓一把订单，哇，都是这个。对，我们最近在出货，这样子类型的这个箱子，我们已经包到手都软掉了。国成哥哥现在那个手掌哈，伸到那个面里面一抓，抓起来就是18包。哎、欸，对，一抓就18。没错，因为一抓再抓就5包，再抓就18。五，哎，这样、欸、就是这么熟练，因为出太多笔，没错。好，来这个拌面呢，我们现在把它再原封不动的再放回来，就是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你们再给你们仔细看一下哈，这个是有4层楼高堆出来的一个金字塔。OK， 露露晨说晚餐吃三杯鸡面好好吃，来露露晨，我跟你说，我给你一个爱心。好，你现在就已经拿到了，代表你很早就定了。来 ，Ethan 和 Ethan 后也说他已经在吃这个三杯鸡面了，好好吃，赞。陈一鸣说最近泡面都涨价了，泡面涨价关不是，差点口爆粗言。泡面涨价呢，不关我们大城小馆的事。首先为什么呢？我们这个面是正宗的关庙面，它跟泡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没有油炸、没有防腐的，好不好？这个光，我觉得光这一点，我们让小朋友吃起来就非常的安心，没有油炸，没有防腐了。我们现在再把它放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准备来迎接我们啊！怎么了？怎么了？金字塔倒了。以下在第三回合，谢谢徐亚米。你看，如果不好好摆的话，是根本摆不下这个箱子。好了，就这样了，懒得好好摆了。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三杯鸡面，然后我去拿一下我们的这个。那奶素不吃五星者可以吃吗？是五星素。对，我们面是五星素。不吃五星啊，这样好像不行。那这样就不行。这样好像不行。对啊。连结在哪？连结已经在置顶留言喽。刚刚播车已经帮大家换好了。来，我们准备开箱我们的，噔噔，也是三杯鸡。下单即在中，感谢。好来，这一款这一组，你看打开来还在滚哇，漂亮。好，趁它现在还有余温，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洗好的九层塔，来，大家放在下面。看来现在还有余温，那我们养点鱼进去。现场空气瞬间凝结，来，没有关系。哎，维宝，赶快给博生哥。你的手机没有坏，没有静音。对对对对，刚刚不是静止，太冷了，刚出来了。刚刚非静止画面，我只是有点被冷到。突然，那个台北市中心最低温出现，来刚刚。没错。好来，我们九层塔大方的给它放进来。哎、欸，有笑脸的维宝，你们竟然有人有笑脸了。露露曾说超划算的啦，买到赚到，感谢大家支持，没错。好来。九层塔大方的给它放进来，你看它还在滚哈，还有余温，不能养鱼哈。然后这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青红椒给它进来，利用它的余温。好，那当然你说大成哥哥，这就结束了吗？三杯鸡，这就结束了吗？你还有招吗？我还有招，肯定还有招。你还有招吗？你看，哎、欸，我先虽然还有招，但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偷瞄一下来，你们看这个鸡的颜色炖得多漂亮 ！Oh my god！ 哇，看一下这个鸡的颜色，是不是跟这上面的颜色很像、啊？是不是跟上面颜色很像？是不是很像？好来，下来之后，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再把它关起来，再放回炉火上，再加热30秒。我还有招，先再让它热30秒，然后你还有别的招。现在快速的热30秒。然后我们这边干嘛？我们准备一小碗的米酒。知道卖放九层塔是跟我的师父阿基塞，跟我们阿基斯学的，一点点的米酒好不好？大概10-20 CC 就够了。准备在一个小碗里面，然后会把我们走，来我们走，噔噔，这个三杯鸡的砂锅，我们再给它加热30秒。加热30秒的同时呢，我们把我们这个，米酒淋在它的这个周围。等一下，稍微看到它那个冒蒸汽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加米酒，要里面让它滚，要盖着盖子呢。没错，就是盖着。你刚刚说盖子盖子，盖着盖子，盖着盖子，没错。我们盖着盖子的时候呢，给它加下去。
淋在这个砂锅的周围。好，好，那这样子干嘛呢？这样子呢？等一下，我看到有个微博留言，我忍不住了。陈云说：“秘密武器，将将将将，没有，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将将将还没有出现。”好，然后呢，我们哎，看冒烟的有没有关火？这样子可以干嘛？这样子你在端出去的同时，它那个酒，你一开盖的瞬间，酒香会整个喷出来，整个端上桌的过程都会非常的香，不得了。好来。来，威宝，我们走。江撇步，没错，来喽，来喽，来喽。博成，来，我们这边准备进行环节。来喽，来了吼。来 ，music， 噔噔噔噔噔噔噔。各位观众，三杯鸡。哎，还在滚呢，还在滚呢。跟着我们的三杯鸡面一起，耶。好。没错，这就是砂锅的目的，就让它这样还在滚。好了，接下来呢，这不是煮完就算了，马上进入我们试吃环节。给博成夹一块鸡。来，年轻人都喜欢，小朋友都爱口水鸡，中年以上喜欢麻酱。好了，你看啊、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一块最好吃的，你看这个油，哇，油亮油亮，这一块最好吃的给博成。针对这个留言，我只有一句话，请说。我说。麻酱口水各有所好，各有所好，没错。然后一定要的是这个汤汁啊！今天博成哥哥不知道还吃不吃得下饭啊？这汤汁我们都没有调，没有那个叫什么太白粉勾芡什么，但是你看它有点，它有点微微的浓稠的感觉哈、啊。全部都是我们鸡肉的胶质给它炖出来。好，来我们来吃试吃，给博成哥哥一块，给自己来一块。哎呦，好香哦！九层塔味爆出来哦！我给我自己一块，这一块啊，也是这个鸡腿的部位。晚上煮了三杯鸡面，好吃。薛老师护手霜不油腻，很好吸收。我有两位 CP 券，我刚差点看成晚上煮了护手霜，好吃。差点。好来啊！哎，试吃时间，试吃时间。吃完我们继续开箱哈，吃完才有力气继续开箱。来，我们现在吃的是这一锅，这锅哎远一点哈，这样子就觉得蛮奇妙啊。试吃啊，三杯鸡，相信这是三杯鸡，颜色很入味，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我们先试一点这个汤汁，啊，咸甜咸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才有台湾菜的味道。暗会哦，暗会哦，婆婆。高淑珍说：“博成很搞笑。”嗯，鸡肉炖得好入味。哦，对不起，你的筷子，你拿来。大成沙皮哦，这也是客语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起码，哦哟。这个要配饭，这个好像不配饭不行。而且三杯鸡都是用这种有骨头的鸡腿，嗯。跟大家说，做三杯鸡一定要带骨才好吃。为什么？因为炖的这个步骤，骨头的精华会释放到汤汁里面，然后再透过这汤汁。把骨头的精华再吸收到肉里面，所以一定要这样一起炖才甜才好吃。对，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做过最好吃的一次，哎，是吗？是，夸张了啦，夸张了，每次都好吃。你做过最好吃的一次，比上次拍照做的还好吃。吃到皱眉料理是好吃还不好吃？是好吃，只是很烫。我要去配饭。沙比就是得意的意思哦。谢谢我们客语小教师。哇，太现了！开始，讲话已经从暗会哦变成爱线，怎么说我爱线呢？那你不知道我的爱线是跟谁遗传来的？哎、欸，真的好吃哎、欸，因为鸡皮酱弄得好软哦，好 Q， 没有，好好吃哦。
哎，威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开箱直播秀稍微暂停一下下，因为我要吃东西。好好吃。你、欸、那个鸡皮直接入口即化。没错。来，白饭是一定要的。张、啊、少祥 ，Hello， 晚安。好，来汤汁，汤汁。哇，好吃好吃。我就不吃鸡肉了，鸡肉留给老师还有师长吃，我就配这个，还是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好了，然后吃一块比较小块的，还是再两块，再两块，然后这样他们没得吃了，真的是，这块比较小，吃这块，还有一二三四五块，五块留给他们吃哈，我再吃一块，好好吃，你要不要伯承再一块？我不要了，我不要，好吃。好，然后呢，我们有汤汁对不对？汤汁以后一定要配点饭。我这汤汁超赞的，没错，咸甜咸甜的汤汁，哇，然后又有鸡的精华的感觉，哎、欸，这个味道跟我上次吃到有一个拌面超像的，哎、欸，是吗？可是三杯鸡拌面真的市场上很少哎，没有很多这种口味，哪一家、啊？真的是三杯鸡拌面的那个味道哎、哦，真的吗？该不会是哪一家的三杯鸡拌面？难道是包装绿色的那家吗？大成交。哎、欸，原来是大成小馆的三杯鸡拌面，还原三杯鸡真正的口味，真的很好吃。OK， 你们一定要吃吃看。好，怎么买呢？看一下我们自己连结吗？我有放。Oh my god！ 有，我有放。Oh my god！ 这个汤汁配饭好吃到不行呢。哎，他们的汤汁配饭。嗯，哦，哎，这次真的好好吃啊，好好吃！再配点鸡肉，这鸡肉。戴第一次断线吗？我这边看是正常的。皮是精髓，皮是精髓。你看这皮有多 Q 弹，你看又软又 Q 弹。伯承，这些面在没煮前需要放冷藏吗？不用，常温保存就好，常温不要晒太阳。Angela 姐。Angela 切，说伯承真的很吃亏，新口味吗？对，新口味。我们三杯鸡等等，大家觉得好笑，大成跟伯承怎么会演？我跟你说，自从伯承说他要有一个三杯鸡的味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们双城的默契。OK， 来，my god。看大人吃好料，马上又饿了，赶快去煮一杯三杯鸡拌面来吃。哇、哦，这个三杯鸡哦，好好好吃、哦，再吸一下骨头，再吸一下骨头。它鸡肉的地方绝对不要只吃它的肉，然后它这个骨缝之间。里面有那个汤汁，还有它的骨髓，这才是精华。来，高妮娜说喜欢大成暖男又幽默，干拌面组很值，超值，收到了很开心，谢谢。希望你们吃的喜欢，吃的开心，然后不管好吃不好吃，希望咸一点怎么样，都一定要跟我们说，好不好？加一元护手霜完售了是吗？没错，加一的活动已经完售了，但是呢，商品组都还有持续在销售中。大家说啊，那个加一没有办法加一了，好可惜呢。我跟大家，你没有买到这次一的优惠，更可惜啊。这个配白饭可以吃三碗。面是用煮的，用滚水煮，四到五分钟。对。因为我们的面都是正宗的台南官庙面，就跟大家自己去外面买一包面的那个意思一样。哎，然后都是要用算熟生面嘛，这个对是生面，是生面，不是熟面。嗯。啊！哎呦，我对这个面食也是有点……哎，伯承，为什么你对面食这么有研究呢？面食也是很研究的。为什么？难道一个节目在讲面的一些故事？难道说是什么电台吗？是电台节目吗？大成小馆电台。哎。今天要有几个这种假配合。好啊，我们拌面的组合刚好介绍完，三杯鸡也吃完，来，接下来下一组好不好？越后面越超值，来威宝。下一组，
好，感受一下这个重量。这一箱为什么那么重啊？小小一箱，非常的重。来，威宝，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最重吗？不要跟我说什么哑铃、金条，那样太俗气了。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的一生中最重量、最有重量，而却方便携带的？没错，那就是知识，好不好？那就是知识。哦，想不到吧，博成？想不到。对，我们大哥哥也是突然诗情画意了起来。我还在想说，凤梨金桔酱很重吗？还是什么很重吗？其实，对，那这里面呢，满满的都是知识。知识。我们真正意义上最超值的一组要来了。来，我先在开之前，我跟大家说哈，这一箱原价是2400。哇，我也来感受一下重量。你感受一下。放，确实有重，对不对？重，没错，这就是知识的。那你知道除了知识什么也是最重的吗？第二重的，好，外语能力，什么外语能力，外语能力。OK， 知识很重，另外外语能力也非常的重，非常重，又重要又重，没错。所以里面打开来是什么？很等。拌面好吃，值得买。没下单的威宝快下单，最后了，好不好？最后了，下到最后10%，下到10%以下了，好不好？来，里面打开来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脸，这是谁啊？这是谁啊？我可以做他这个表情，你们看像不像哈？有没有像？我想，我跟我妈咪有没有像？Okay, 有像的来个赞啊！有像的来个笑脸，好了。有笑的来个有有来有赞的来个笑脸，有赞的来个笑脸，有笑的来个赞，有笑的来个赞。OK， 好，来这一套是什么呢？这一套是我们徐威老师挖布啦。哦哟，哎。哇不，问妈妈好不好？他做的亲子共学系列，那里面呢都是有这个光碟的，所以呢你整个课程是在家也可以学。那为什么叫亲子共学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大人呢就不用学，大人跟着小朋友一起学，放给小朋友看，让小朋友自己学，好不好？这一组一整套，里面包括英文单字1500单 starter。然后呢 ，starter 就有上下，然后后面呢还有进阶的700字，然后文法初级文法100堂，以及文法进阶50堂。哦，100堂还分上下。好 ，anyway， 里面全部都是影音，然后呢，徐威老师亲自编排设计撰写。哎，等一下，我发现这里每个徐威老师还不一样。我等一下，我刚刚学的是这个赞的，对不对？好，总共有6份，总共6个表情。下一个，徐威老师比旁边，比旁边。放了。哦，笑脸很多，笑脸很多，笑脸没有停。哎，你妈美，你帅。好，另外还有下一个，这是拿着一个什么？这是拿着一个什么？徐威老师，这个是应该是看起来是他上课要拿一根东西，就是指黑板的那个，但是看起来像筷子。好，笑脸很多，笑脸很多。OK， 好，来下一本。哦，没有了，好，没有更多的表情了。好，来，总之这一套，好吧，英文书亲子共学系列，原价2400。那在这一次双11的这个特惠活动中，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就啊有这个拌面组啊，有酱组啊，然后徐威老师那时候他也有听到这个会议嘛，他就觉得说双11我们不能只有，就是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全台最大家的英文连锁，不是说连锁，英文加盟补教之一呢，我们的所有的分校这么多人都承载着徐威老师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教学的形象，所以呢，我们不能在双11的商品里全部都是吃喝玩乐的，我们也要推一组跟英文学习有关的。大成买的知识好好笑。没错。好，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一组，那当然是做非常非常好的特惠。
那为什么选这一组呢？因为这一组原价2400，但是我们配合我们的优惠，我们所有的商品组都要打到1111，这是我们一整个思路。所以呢，变成是呕心这个心在1110啊，对，还不能1110哦，对，不能1111就可以加购，对，一定要满111。那一方面方便大家加购，一方面也是我们的活动嘛，所以呢，就从2400打到1111，这个非常非常的超值 ，OK。来下一个组合。OK， 等一下，那这个在哪里买呢？这个在哪里买呢？等一下呢。好，来这一组商品现在在哪里买呢？如果大家也想学英文，总共六本书，想让家里的小朋友英文 up up， 下面这个等等等等，好，大家链接一定要点哈。老师很有气质，但大神看起来好像在说只给我一支筷子是这样的。老师看起来很有气质的在教英文这样，然后我呢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在问店员。店员，我另外一只筷子呢？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大神哥哥也很有气质，好便宜又打到骨折，没错，知识就是力量。所以这一组为什么那么重？因为它承载的不是因为书重，是因为知识它就是很有重量的。好，来下一组，噔噔，下一组，哎，这一组呢也非常的有重量，但它相对来说呢比刚刚那一组轻一点。那这一组是什么？这一组应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组，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也是我的心血，好吧？不是说半面不是，但它也是。来给大家看，它也很重啊，它也很重，这也很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东西非常的扎实，真材实料，对，非常的扎实，自然就会重。对，来打开，来打开来。里面是我们大城小馆的所有的酱的系列，噔噔，一共有5瓶。那这5瓶呢，我们当然是每一种口味拿一瓶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其实这次是做任选组，任选 B， 对，任选组。所以呢，譬如说你说大城我不喜欢吃抹茶，有咖啡因我会睡不着，那没问题，你可以不要抹茶，买2罐南宝酱。你说我就喜欢吃凤梨荆棘，那没关系，你可以买5瓶凤梨荆棘酱。那当然，急转嘴酱是我们相对比较新推出的产品，而且受大家非常非常大的好评，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加进来。那以上5种，还有包括草莓盐盐，这5罐呢，大家可以做任选啊。比如说你要这个3瓶，这个2瓶啊，各1瓶啊，这个2瓶，这个2瓶，这个1瓶都可以做任选。那它本身呢，是我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得意之作。可以任选，真的好贴心，没错。这一次我们听到大家心声，因为我们之前不管推任何的商品组，微保都会问说可不可以任选。我们这次所有商品都推任选。OK。我们的面有30包任选组，我们的酱有5罐任选组，就连徐威老师爱用组里面的那一盒茶，我们都让大家任选口味，没有错，好不好？来，我们非常的用心，这次这个5酱组。那来，微保告诉我，这个组合这样子5罐酱多少钱？来留言告诉我。来，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哈，一原价280的一罐酱，原价280，280乘以5等于1400，哎，1400打到111，相当于打了一个75折左右，好不好？打了一个75折，噔噔，几点抽奖？大家都在等抽奖。来，我们介绍完最后一个商品组，我们就抽奖，好不好？马上。话说，有一瓶被我放到卡利包里的，我可以帮我拿出来吗？谢谢。好，没错，111，许愿抹酱以后有机会做迷你组，林怡晨，我跟你说，抹酱迷你组这件事情马上就来，好不好？马上就来，但是先卖个关子。重点是我们这一箱，好不好？而且抹酱任选，直到什么时候？抹酱明天晚上12点。没错，抹酱任选的话，一样跟我们双十一所有的活动一样，这个特价、这个优惠，还有包括任选。全部都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整00分就结束了，还没有购买的微保赶快购买。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南非国宝酱的存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告急哈，就跟大家说，就剩最后那几瓶，非常非常的告急，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买，好不好？请问保存期限，未开封可以保存2年，未开封放置在阴凉处可以保持2年，开封以后一定要冰。一定要用干净的汤匙，一定要尽快使用完毕，好不好？这个是所有酱的这种逻辑都是这样。你不管今天是吃，不知道说是大城小馆的，
你吃别家的酱，好不好？所有的酱都是要这样子来保存。如果你发现，哎，这个酱不冰冰箱怎么都不会坏，那不要吃很多防腐剂。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开罐后，我记得冷藏。开罐后冷藏，用干净的汤匙，然后尽快使用。尽快使用完毕。那没开罐，阴凉处可以放两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买了哇五罐酱吃不完，没事。你第一是非常好吃，你一定一下就吃完。第二是你说我们家人比较少，那也没关系。可以放，好不好？可以放。好，来下面一位。啊，哪里买？哪里买？哪里买？哦，哪里买？哪里买？哎，怎么买？你这样子，你如果老话一句，你买不够，没买够，想订购，哈哈。下面连结，博成哥哥很用心，好，酱类任选，对，酱类任选组的连结，大家帮我点进去。好不好，等等，这里。下次任选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对，你已经买面的，还没买到酱的，一定要记得去。OK。好，来最后一箱，来这一箱。这一箱呢，是我个人觉得真正意义上大家最实用的，好不好？一定用得到，百分之百用得到的。你说面我可以不吃，酱我可以不买。那面我有口味不太想吃。对，虽然非常超值，但是呢，这一箱。你一定用得到，好不好？你如果你还是个就是正常大概有在生活的人，一定用得到，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么笃定呢、啊？看这个大小，这好大小、啊。没错，这个大小非常大小，是我们的超大箱，好不好？超大箱。这个超大箱里面呢，林依晨不好意思，护手霜已经没了。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加一加购护手霜了，因为呢，我们其实活动已经跑了。算一天吧，算差不多一天啦、欸、那已经售完，但也很惊人哇！对，一天，对，一整天我们就已经卖完了。所以呢，威宝大家就是优惠可以继续享购，享用，叫什么？对，享用，但是享用，对，但是呢，已经没有办法使用啊，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加购护手霜了。没错，就是我们的大王。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错过护手霜，那更不要错过一的优惠价啦、啊！对，因为你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就等明年一看情况来。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好伙伴，他跟我们一起从我们大城小馆成立以来，他算是我们前几个拥有的商品之一。是，那一直都非常的好用。我自己呢，做菜很常做菜的人，我也很爱用。它包括就是那个你说一般的这种清洁来说就不说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来，大家看它这颜色，看这颜色。我开一组给大家看啊，一组是两入的。你说这个东西，博成觉得好用，没什么说服力啊。博成觉得好用，没有说服力吗？你觉得好用那是重要了。没错，为什么？你看它的颜色哈，这样子颜色明显吗？它是不是纯白的？来，我随便抽一张旁边的卫生纸给大家比一下颜色，知道吗？这个叫纯白，这个叫做不是纯白。那它这个是什么颜色呢？它是不是跟这个比较像？跟这个比较像。因为纸都是这个颜色，大家都知道纸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呢，这木头怎么会是白色的呢？那为什么卫生纸是白色的？因为这个是经过了一个漂白的过程，哈，经过一个漂白的过程，它才那么漂亮嘛，卖相才好。但是其实真正纸浆的颜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城小馆为什么说，哎，这不是你自己出的商品，那为什么要上架？是因为我们推荐的商品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用，而且又非常好的，这个不含荧光剂。不漂白，原始纸浆的颜色，日本进口大王纸巾，大王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好不好？这样子的一种纸巾，我不只是拿来擦桌子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是原浆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可以擦鱼啊、肉啊、擦食物类，对你炸好的东西要沥油啊，它可以直接接触熟食，很安心。重点，它可以直接接触熟食啊，不只是生食，它可以直接接触熟食，所以很安心。那这个组合其实我们在大城小馆一直也都有在卖，但这一次呢，当然双十一他也要参与破盘特价，好不好？对，重点厂商也很用心，很有心啊。对，厂商也很有心，说大城你们这次双十一对不对？那我给你们加码，所以呢，我们才可以给大家这么好的优惠，好不好？来，这个有几组呢？啊，把它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量。啊，这个组已经被我拆了，来算一组。原子原色原浆，没错，双子晶非常好用，不会有荧光剂。吴小玉说的没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概念，我相信你们一定比我还熟悉。大家都是很好的妈妈，很好的威宝，当家庭主妇，
或者是职业妇女，但是都一定懂这个，比我还要懂。那我只是把我自己使用的心得跟大家说。好，那当然除了纸巾以外，你说这样觉得这个纸巾这样子要一一，我们当然还要再送，还不够，这个都已经是多送大家的了，好不好？二手，我们纸巾原价，纸巾原价一包单包的话，是129。129。那我们当然现在是个九包组，然后呢再来送大家这个噔噔洗衣精。那这洗衣精当然也是非常有特色，它是大豆做的洗衣精。大家知道以前勾炸的时阵，我们那时候没有洗衣精，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化工的时候，阿嬷或阿嬷的阿嬷，大家都用什么东西来洗衣服呢？你们应该看到有叫豆粉，用豆粉来洗衣服，它是最天然的清洁剂。那当然对身体，这个豆粉是什么呢？这个豆粉就是用黄豆，也就是大豆去磨出来的。那它有非常好的这种去渍的能力，但是呢，在随着时代的推演啊，各式各样化工的产品都出现了，那就比较就开始有人会皮肤过敏，有没有？怎么样的这种洗衣精啊，怎么样？穿完以后，我会因为这个洗衣精的关系皮肤过敏，然后用这大豆的就不会，没有问题，纯天然，好不好？大豆保护身体，保护身体，保护你的皮肤，也用得安心。那同时，它不是那种很夸张香味的，所以你说你如果喜欢那种夸张香味，就是我要洗衣服洗到人家觉得我喷香水，你一穿出去大家都知道哦，你这件昨天洗的这样。对，你是最亮的仔，好，那你可以不用买这个。我跟大家说，你真的你可以不用买这个，它是不属，就是不会有那种很浮夸的香味，那有点微微的香香的，那是必须的，很重要的。好，那一大瓶这个再送两个，好不好？再送两个，两包，再送两包补充包。这瓶是1800，这两个是1500，各1500。1800、1500、1500。哎，对，可以用很久。用很久。那我们本来整个组合的总价是多少，博成哥哥？整个组合的总价是1306。本来1306，那大概85折。现在我们帮大家一样打到185折，配上厂商的加码，好不好？大家，你们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实用。大家就是你如果现在要下单。哎，你说我要买33包面，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定一组这个，因为对大家来说一定都用得到，没有问题。那这个组合叫做大成用品补货组，都是帮大家严选的。下面一样连接帮我们点一下就可以购买，好吗？好，好，在这个再把它收起来，收。OK， 收。好，大家记得去订购想要用的。OK， 我们所有的以上，其实还有一个组没有介绍到的，是我们30包拌面的任选组。我们刚刚拌面有开了一个33包组嘛？对。那另外呢？你说大成，我不想要那么多口水，三杯鸡面怎么办？我真的不喜欢。我就喜欢口水鸡，我想要吃很多。一定要口水鸡啦！怎么办呢？我们有30包任选组，就是说我们有4个口味的拌面：三杯鸡、口水鸡、台式麻酱，然后还有红烧卤肉。你可以任选数量，任选组合，好不好？30包任选组，那也是一个组合。那你说你想要更超值，可以33包111。那我们这个组合呢也超值，它本来是30包任选，原价1250，现在只要1111。OK， 这么多的组合，我相信一定有你们会想要的东西。那现在我们就来抽全世界上仅存的2支还可以有的这个，好不好？博成也帮我们上连接，然后你要是干拌面任选30包的，你也可以去点下面的连接。OK， 感谢各位跟着我们一起直播到这个时间，10:20。10:20，哎，我们准备来抽奖，我们的这个护手霜。今天就抽这两个护手霜吗？然后还有一个我之前开箱的时候答应维宝的徐威老师同款直播棒。哦，这不是徐妈同款吗？也是徐妈同款，也是徐威同款。哎。那这个直播棒的故事呢？如果之前有看直播的微宝就知道，是徐威老师他觉得他买了这个直播棒了，然后他就订购了，然后呢他就继续逛网购啦。那在逛网购逛说，我要买直播棒所以他又买了一个直播棒。所以呢那天我在帮他开箱的时候，一样东西开出了2件，那时候就答应微宝说，好吧，那这一件开给你。OK。对，那这一件就抽给微宝。好，所以呢我们有2罐，全世界仅剩下的2罐，以及这个。来抽给大家，那我们怎么抽呢？我们先抽这2瓶，好不好？先抽2瓶，好，取二。那我们接下来留言，好不好？来，威宝帮我留言，我们留言，好，我们留言，大成小馆
超值六个字，好不好？大城小馆超值，大城小馆超值六个字，来，波森哥哥应该帮我们打出来，好不好？要字要正确，好不好？大城小馆，先别急着留，先不要急着留，我这边把字打出来给大家看，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你们超值是超值的超值。对，就是非常值得，超值的，哎，超值，大城小馆超值，不是一一一，好吧，一一是我们刚那么多商品那么多组的价钱。对，我们现在留言要大，要留什么呢？大城小馆超值。那我们准备来抽奖，这个呢，其实我们本来是有在做贩售的，它是这个微宝特润护手霜。那我们在过去两天的这个活动期间内呢，它已经完售了。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两瓶。好吧，现在就只剩下这两瓶抽给大家。好，那就是让大家在这边看直播，也有点小小的收获，小活动啦，大家好玩啦，对不对？我看到大家先开始打字了。好，来，就是这个打，我也有把字打出来。好，来，就是这六个字，好吧？那给大家留言，现在开始疯狂留言，大声讲完超值。同步讲规则，同步讲规则。哎，就是呢，波森等一下会打一条，对，叫做分隔线。是，在分隔线的上面一位以及下面一位中奖。那以我的，我用什么打呢？我用我手上的这台手机。对，以我的手机为准，还以你的手机为准？以我的，以你的手机给大家。好，对，好，那这样的话，对，等下博成会用他的手机公平公正的打一条分隔线，分隔线的上面一位跟下面一位留言大城小馆超值的微宝就可以获得，好不好？我们就会寄给你。那在此，我们大家开始留言。然后我等一下会在没有看的情况下呢，跟博成说三二一解标，好，我去倒饮料。一次抽一个人，抽两个人，一个人拿两个。一次抽两个，没有两个人，两个人。就是分隔线下面两个人吗？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好，对不对？下面两个，下面两个比较公平。对对对，下面两个人公平。好，不好意思，更正规则，好，公平起见，分隔线下面第一个跟第二个获得一瓶一瓶这样子。好。好，来哦，来了来了，微宝微宝，继续留言，继续留言，大声小管超值六个字，我到时候等一下点，然后我不要偷看，不要偷看，好，来，随时哦。会不会你在倒的途中突然就停？啊，也没有，倒了呢，哎，还停。好，来，三二一，出发。哦，出发了。好，给大家看，给大家看哈，已经有一个了，已经出现一个，两个了。好好，这两个啊，我们已经锁定了，谢谢微宝的参加。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位，看手机，看手机哈。好，你给大家。这一位跟这一位，对不对？下面这个跟这个，名字叫做林娜珍以及陈一平，好不好？谢谢两位的留言，谢谢两位参与我们的活动，林娜珍跟陈一平。那记得来私讯大城小馆，好不好？今天抽奖，那当然大家不用太担心。应该说没有抽到，不要太担心。首先呢，我们先恭喜一下中奖的微宝，好不好？我知道像那个陈一平，我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他常常来看我们直播，也从这个直播的几乎一开始待到现在。我们先恭喜那真一平，同时我看一平旁边那个标章是四一四是什么意思？陈一平是大城小馆四年的追踪者，大城小馆追踪四年，那个时候大城小馆这个粉砖还叫飘逸小江，还不叫大城小馆。四年前，你还在。还在学校的时候吗？四年还没毕、欸，还没毕业啊，还没毕业，大四的时候，2021他可能是江小美那一波进来的，好不好？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准备来抽下一个奖品，我们恭喜中奖者、欸，然后还有一个要抽给大家，抽大奖。这个是跟徐威老师同款的直播棒，那也是跟我现在此时此刻在用的是同款的，但我的是黑色，徐老师的是粉色，粉色的。好，那我们来抽奖这个。好，刚林娜珍跟陈一平记得私讯我们哦。直播结束的话来私讯我们，因为现在还要再抽一个。对，恭喜。哎，那如果他们两个抽中，又是他们两个抽中呢？我们留给下一个微宝，好不好？我们留给下一个，留给下一位，好不好？好。那这个这个我们要留什么关键字呢？毕竟是徐威老师他网购的，所以呢，我们留言五个字，叫做“徐小威好美”，好不好？徐小威好美，我们让徐威老师开心一下。这徐威老师的这个奖嘛，徐小威好美，嗯，粉色的，跟徐威老师一样的。那你说大成，我买这个我又没用啊，我又不直播。对啊，我不直播，我拿这个可以做什么？这可以拿来自拍，自拍可以。那它是那个有这样子可能看不出来，它是有无线蓝牙的。所以你可以就是把它架在上面以后，然后拉长，然后蓝牙有连线，然后这下面有一个按钮，这边有个按钮，所以它长长的，然后就可以看它耶，然后按一下耶，就可以自拍，
或者是你出去玩，有没有拍一些风景照啊，或怎么样啊？群体照的时候，你都可以拿那个长长的，有没有在耶，可以自拍哦，所以它很好用，然后又很轻。这个留言叫做徐小薇好美，有没有来看到博生哥哥？你帮我们把关键字打出来。那规则都跟刚刚一样，我多打几次，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字。那规则都跟刚刚一样，大家现在开始留言。一样是我手上的手机，然后我一样会打一个分隔线。分隔线下面第一位拿到徐小薇同款，这个据徐小薇所说也不是很便宜，但不是很贵很贵的东西啊，他也不便宜。啊、哦，有人打出来了吗？对，好，对，750啊，好不好？不便宜，不便宜。徐薇老师他意外的订购变成微博意外的惊喜，意外的礼物。而且如果不直播，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架着，然后把自己录做菜的过程录下来。对对对。像其实微宝很常在我们社团叫做大城小馆你来上菜的社团里面，大家 PO 自己做菜的影片。对啊，你有时候边做，你两只手没办法录影的，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把它架起来，架起来就可以录。架起来拍照，而同时你做出来如果失败了，你就可以回去看我哪边架多了。对，反正很好玩，记录生活，很好玩，就是一个好用的脚架。对啊，对，好不好？真的好，来，我们现在开始留言了，准备哦，我随时大家都留了，我随时都会喊咖。那我手机也给大家看，分隔线已经打好了，分隔线已经打好了。好，好，推动两卡，不偷看，不偷看。好，来，三，等一下，喝口麦芽茶。我手机放这边，然后大声三二一，叫我。好，三二一，出发。好，三二一，出发了。出发了。有了，有了，来，恭喜。分隔线下的第一位叫做代代，好不好？代代 ，OK。代代，这边恭喜。代代，代代，恭喜你！这个头像是一个灰灰蓝蓝的天空的感觉，代代。好，记得来私讯我们大城小馆的。这个代代理人的代。对。代代，谢谢你们，好不好？因为以我们这边分隔线看到的为准。好，来威宝，最后我们跟你们温情喊话一下。恭喜代代。那温情喊话。对，我们这次双十一呢，大城小馆的这个销量，然后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成绩，然后还有微宝的一些回馈，就是不管是你们对我们的一些支持啊、鼓励啊，然后还有更多新的微宝，比如说看我们现在 Line@ 突破5000多人，我们大城小馆的粉专即将突破50000人，那都是有很多微宝在后面支持我们，我们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然后我们会持续。的推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商品，让大家来这个购买享用，然后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美味，吃的好吃。那我们现在大城小馆呢，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有我的私厨是大城的直播，像今天我们做了3杯鸡嘛，我们下礼拜又做不一样的料理。那么还有大城小馆电台，它是属于一个知识型的节目，那都是很好的谈资，那让小朋友来听，或大家大人们也来听。内容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 YouTube 频道叫大城小馆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最近一个新的系列叫做双城吃什么，就是我跟博腾哥哥我们下班，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就会自己做点东西来吃，然后我们把它录成影片，各式各样的这个那个怎么说呢，大城小馆的一些新的玩意儿。好不好？那你们一定要加入的是我们大城小馆的 Line@， 因为在那个 Line@ 里面呢，你们才可以收到所有的这个新一波的商品、新一波的优惠的这些通知，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次我们大城小馆算是在双十一得获得了一个空前的成功，那也是感谢各位微宝你们的支持，有你们我们才有我们，好不好？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感谢大家，好吗？刚刚的几位，刚刚三位，戴戴、陈依萍、林娜珍、林珍娜、林娜珍，还有戴戴 ，OK， 好吧，私讯我，私讯大城小馆 ，OK， 好啦，直播到这了，拜拜。大城小编辛苦了，大家拜拜。